相个相当的复杂啊，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让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战士的气魄。我只是一只羊，回家也为我变得更香。他才四岁，他的聪明智慧都挺了不起。就是我觉得他们的笑容特别感染我。我上一次就夸过你们的衣服，我觉得你们这一次的衣服色彩也特别的漂亮。特别好，特别漂亮，而且唱的也特别好，而且能这么瘦啊。张岩老师说头老倒着就容易年轻。这个如果不是这个椅背还比较高，我真的就下去了。我要上春晚，我要上春晚，我要上春晚，你看行不行？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大型互动栏目《我要上春晚》的年终总决选，我是马跃，欢迎大家。哎呀，这春节呢是越来越近了哈，而羊年春晚呢也是进入到了倒计时。那我们2014年度我要上春晚的年终总决选呢，也是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精彩的节目。那今晚这八组选手呢，他们依然是按照各自不同的艺术种类的归属呢，两两一组结成备战选手。那节目尾声的时候，当所有的选手表演完毕之后，我们的五位评审呢将离席进行商议，选出能够登上羊年春晚的幸运儿。好了，朋友们，那么今晚到底谁能够脱颖而出，成功的收到羊年春晚的邀请函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好，亲爱的朋友们，那在我们的总决选正式开始之前呢，还是让我首先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光临我们本期节目的五位重量级的点评嘉宾，他们是著名歌唱家李谷一，欢迎。著名歌唱家张也，欢迎。著名导演娄乃明，欢迎。著名舞蹈家黄豆豆，欢迎。2015年春节联欢晚会总体设计于磊，欢迎你们。好嘞，朋友们，2014年度我要上春晚的年终总决选正式开始，让我们掌声有请第一组备战选手闪亮登场。介绍一下哈，站在我左侧的这些英姿飒爽、高大威猛的，就是来自武警吉林森林总队的可爱的战士们，欢迎你们。而这一边啊，这个有着灿烂笑容的，就是我们的昌黎帝阳歌表演团，欢迎你们。哎呀，跟大家说哈，这两组选手啊，他们都不是专业的演员。跟大家说，我们的武警吉林森林总队啊，这些战士们，他们都是普通一兵。他们当中呢，有灭火员，有炊事员、驾驶员、卫生员、爆化员，是哦，太了不起了！他们的表演肯定会使您眼前一亮。而我们这边呢，他们可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朋友。
别看不是这个专业演员哈，但他们的表演绝对会让您眼前一亮。好了，接受我们五位评审老师的检验的时刻终于到了，那我们就首先有请我们的昌黎帝央的表演团，首先带来精彩的表演，有请。为我们带来舞蹈《从军行》。Oh!
两组演员表演的棒不棒？哎呀，一边是军容整齐、步调一致，而一边呢是诙谐幽默、欢乐喜庆哈。尤其是战士们带来的表演哈，每次来都有新的变化。比如说，你们口中都吟诵着唐代诗人杨炯的那首《从军行》，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它体现的呢，是我们参军入伍、报效国家的这种志向，以及军人的血性与担当。然后呢，这三位古代诗人的形象和我们现在军人形象，它有一个精神力的传承。我想听听我们的舞蹈家黄豆豆看完这个舞蹈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在这个作品里面，从这个束装的设计看得出是你们平时的训练，根据你们森林里面能取到的这些素材进行锻炼。更让我震撼的是，这一次加了三位古代的战士，那一下子出来，哎呀，我们所有人现场都振奋了，让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战士的气魄。谢谢黄豆豆，给了很高的评价哈。但是我们这边也不弱啊，这个秧歌可是我们国家的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娄乃明导演，这个应该不陌生了哈，我们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对对对，真的太强了。两个队一上来立刻把观众全部都感染了。这个昌黎秧歌，我老说，我刚才跟豆豆在底下还说，我们俩说秧歌嘛，四步降降起降起，就是他这个秧歌相当的复杂啊，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它有很多从戏曲中汲取的营养，它有这些角色，所以这些戏曲中的角色呢，我觉得它最好的一点是，不管它跳到哪儿，老百姓，中国老百姓一看就懂，他们在戏曲里，不管在哪出戏里，都是为了大家高兴起作用。都是为了在这出戏里调侃这个戏或这段戏的这个气氛。你看这个角色，所以他特别适合过年，就一过年，哎呦，你看见他们你就甭问了，准保是逗咱们乐的，他就是负责这个来的。满月，有个字儿我考你一下啊，上面一个大，下边一个面，面子，一个大一个面，念什么？你可以回头看一眼。真不知道啊，大面啥意思？不知道观众有没有认识的啊？这个字儿就念坎儿，坎儿。哎，对，嗯，就是说这有，你让他自己介绍。这个坎儿呢，它的来历啊，主要有两种说法。第一个呀，就是在明朝，我们昌黎这一带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大将军，他每次出征的时候啊，都会戴一个大面具，所以啊，人们就叫他大面将军。啊，在记载历史的时候呢，这个人们一不小心就把这两个字写到了一起，所以就成了坎儿将军。啊，等这个将军老了呢，人们就称他老坎儿将军，他的子民就称为老坎儿。还有就是在那个滦河一带呀，有好多的滩涂地，我们昌黎所处这个老滩，然后那个东北人就问我们，就说，哎，你们是哪儿人呢？然后我们昌黎人说话不是在拐弯儿的吗？然后他们就说啊，我们是那个老坎儿的，所以他们就叫我们老坎儿，老坎儿。哎呀，这个真是哈，我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是我们的一项的光荣传统。朋友们，今天我想在这个舞台，这两组选手能不能合作给大家带来一个节目呢？朋友们，你们欢迎吗？哎，军民之间当然是拥军花鼓了，大家说对不对？特别的好。但是呢，这个我们这个台上这个演员阵容啊，还不是特别的强大。我想请出两位专业的舞蹈家来啊，一位当然黄豆的老师，那首当其冲了哈。那我们这个身材特别好的娄乃明老师也得上台来，是不是？啊，也是这个拥军的秧歌，你真让我一个人跳，我还不敢跳。对啊。但是呢，啊，如果娄导愿上，我也愿意跟大家面前献献丑。好，来。这个拥军秧歌最早是咱们陕北地区的老百姓要这个欢庆咱们解放军打胜仗。啊，然后呢，就军民大联欢，一定要有大红绸。这个大红绸的技法呢，就是比较专业的是，一定要有个蝴蝶结，你不要就打一个死结上去了。蝴蝶结啊，
完了，他这节儿，您他这个楼导打不了蝴蝶结，不够长的。您看看黄豆老师这多漂亮，看看，再看看这个。好嘞，来，掌声有请我们的宣敏集体来的走。别这样，这不是雍菊花鼓，这天仙配了，这是。哎呦我天！哎，大家说跳的好不好啊？哎，这就叫君爱民，民拥君，君民鱼水一家亲，对不对？哎，我觉得刚才这个黄豆的老师跟楼导这个表演格外的精彩。于导，您说他们那节目能上春晚吗？我觉得那个楼老师的顺拐演的特别好。然后有罗老师这么一对比，更觉得咱们那个乡亲们真的是，就是我觉得咱们老坦儿们啊，老坦儿们真的是太可爱了啊，太可爱了啊。然后咱们那个武警的战士们真的是太帅了，真的是由衷的觉得你们非常帅。嗯，就是看到咱们这组的两个节目之后，然后我就想到了，就是经常有观众会给我们春晚提的问题，就是经常有观众会说，能不能就春晚的负担太多了，能不能给春晚减减负，你们就乐呵乐呵就行了。就是春晚肯定是要乐呵乐呵的，但是你想看到咱们就是这个昌黎的乡亲们的时候，咱们是不是觉得优秀的传统文化得在春晚上焕发一下生机，是吧？那看到咱们战士们的时候，是不是觉得一年365天，可能有364天咱们都在顶风冒雪，春晚是不是应该给他们送一个节目？所以就是春晚确实是30年来经常它最后会变成一个大杂烩，会变成一个拼盘，会变成一个照顾很多人的一台晚会，是因为春晚有太多幸福的负担，就这些负担是我们必须承担的。就春晚这个舞台还是太小，装不下所有这些人的爱和梦想，所以我在这儿就是向大家致敬了，就感谢大家对春晚的爱，谢谢。大家知道吗，每到年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老兵退伍的日子。其实在这些战士当中啊，有3位战士已经退伍了，但是为了这个节目，为这个团体，他们毅然决然地留下来了。哪3位请出列。每年应该是11月25号的时候是你们退伍的日子，到现在已经有2个月的时间了，是为什么要留下来呢？我真的特别舍不得，舍不得我这身军装，也舍不得跟我一起并肩战斗的兄弟。随着这次演出结束，可能我们这个军旅生涯就真正的画上了一个句号。心里还是非常的不舍得。在这里我们3个退伍老兵有一个心愿，想在电视机这个镜头前向我们培养我们的部队，还有平常支持和关心我们的家人和朋友，我们想在这里唱一首歌，可以吗，主持人？当然可以了，但是能不能让我们这位战士说完之后你们再唱好不好？很不舍，舍不得栽培我的部队，还有像亲人一样的战友。我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再进一步登上春晚的舞台，这样我就可以跟他们再相处一个多月的时间。谢谢大家。好，
刚才你们说了哈，想为大家唱一首歌，唱什么歌呢？战友你还记得吗？战友你还记得吗？是，来，我们掌声有请。还记得第一次穿上军装吗？还记得迎接天的那棵树吗？还记得爱巡人的排长吗？还记得我们一起巡逻吗？还记得那一次冲锋抢先吗？还记得炊事班的饭菜香吗？还记得庆功会的锣鼓吗？我们曾经一起训练，也曾经一起摸爬滚打，我们曾经翻山越岭，也曾经一夜行走百里，我们曾经一起喝醉，也曾经一起谈天说地，我们曾经李斌，看到这，我看很多的点评嘉宾、评审老师已经流下了眼泪。张岩老师，您看过之后？很感动，看到你们的这种战士情、兄弟情，真的很感动。也希望你们不管是现在在部队，或者以后回到自己的家乡，还能够继续成为好的朋友，成为这一辈子这一路上的好朋友，真的心的祝福你们。谢谢老师。来，再次感谢我们两组选手的精彩表演，谢谢你们，让我们再次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谢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大型互动栏目《我要上春晚》的年终总决选。观众朋友们，在您收看精彩节目的同时，千万不要忘了拿起手机下载 CCTV 卫视客户端，加入《我要上春晚》的观众互动平台，获取独家精彩的幕后花絮。参与节目互动呢，您还有精美大礼可以拿。好了，我们的总决选继续进行，掌声有请下一组备战选手闪亮登场。这小模样哈，这小表情，来来来来来，这个台我都抱你起来啊！你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你叫什么名字？大家好，我叫张俊豪，我今年四岁了。张俊豪，豪豪是吧？四岁了啊！那我你等会儿啊，我先介绍一下姐姐啊，好不好？好。那姐姐呢？她叫什么？她叫王君如，被称为是微笑女孩，欢迎她。这两位选手可都了不得，为什么这么说呢？小豪豪啊，人家九个月大的时候就会跳舞了，那我们君如呢，九岁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到了世界顶级的太阳马戏团，都是年少成才啊，年少成名。那谁先开始表演呢？先让豪豪先表演好不好？好，你先开始好不好？好的哈，好嘞，那先下来，让姐姐先休息啊。豪豪，那个听说你什么都会啊，又会唱歌，又会跳舞，还会朗诵，你有什么不会的吗？朗诵是什么意思啊？那就是说话，你还会什么呀？当主持人，当评委，还有中奖、中枪、中机关枪，还有中奖。你还会当主持人，你还能当评委，你来抢我们的饭碗来了是不是？你能当主持人是吧？那你就当主持人，行不行？行。你给大家表演表演。好，你得把你手上的本子给我呀。
这个啊，别那你开始吧，来吧。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要上春晚，欢迎大家，我是主持人张俊豪，欢迎大家。我们先介绍一下评委，一二三四五，好，欢迎五位老师们。首先要请第一位备战选手，来了。好，我只采访你一下。你采访我一下哈，你采访吧，好。你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呀？我表演啊，我唱歌吧，我唱个歌。唱个歌，那样你结婚了吗？我唱歌跟结婚有啥关系啊？采访呀。好。那个，我结了。那样你是几岁呢？我不告诉你。可以表演了。现在可以了吗？嗯，可以了哈。行，那我可先表演了哈。哟，干嘛去？哟，当评委去了，当评委去了。可以表演了。可以表演了吗？可以了。好嘞。好了，我唱了啊，来乐队啊，配合一下。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你手另一边，叔叔拿着钱对我点头笑，我高兴地对他说，叔叔再见。评委老师，我表演的怎么样啊？你表演得很好，你长得也很帅，你可以再来一首吗？这评委要求还挺高，这个，好吧。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那么爱你都不算多，哒啦哒哒哒哒，可以了吧，评委老师？可以了。啊。真厉害。我厉害是厉害，我能不能上春晚呀？你可以上春晚。真的？嗯。你说了算吗？就上春晚呀？我知道我说了不算，我问这位评委啊，可以。你旁边那个就说了算是吧？是啊。那你跟我说说，跟他说说，你同意不同意？他可以上春晚吗？你觉得呢？我觉得他不行，他词儿都没记住。再跟我说。那让我和你说句悄悄话。你说句悄悄话来。哎呦喂！多说一个悄悄话好不好？哎呦！哎呦！好，谢谢谢谢谢谢。还真自觉把这给我了，你的主持人评委都表演过了，你还会什么？中奖，中枪，中机关枪。哎呀妈呀，三中啊。行，好，那咱们就再给大家表演一个好不好？我看看你怎么中奖好吧。好。那我要跟你再配合，我就当那个彩票店老板啊。好。老板，我要买一张彩票。买彩票？你带钱了吗你？就一块钱啊，真抠门。行，算了吧，卖你一张，来拿走。谢谢老板。我活了这么久，居然中奖了，哈哈哈哈哈哈！不许动！听说你中奖了，打劫知道吗？把你的钱都给我掏出来！在地下。
就两块钱呢、啊、你中什么奖啊，就两块钱。我生气了，你把钱都藏起来了，我可要开枪了啊，我要开，没开就倒下了呢。哎呀，这孩子戏太好了，天哪。哎，可以起来了，豪豪，演完了。喂，哎，我走了啊。哎，这孩子入戏太深了，这孩子，我有办法。音乐。哎呀，奇迹发生了，是音乐唤醒了他。嗯，哎呀，你可真厉害哈！你还会点什么呢？什么？你还会什么吗？哎，对了，你别光跟我这互动，你带什么节目来了？正出忘了。带了。带了。嗯。带了，赶快给大家表演吧。好啊。好不好？好。来来来来，朋友们，掌声有请豪豪带来精彩的表演。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慢羊羊软绵绵哼开了给开了，别看我只是一只羊，嘴角也为我变得更香，天空也为我变得更蓝，草原也为我变得柔软，别看我只是一只羊。我头上有只角，只角，我身后有尾巴，尾巴，谁也不知道，知道我有多少秘密。It's time for Africa.火凤凰。
哎哎，好好，你这样，你不刚才当过这个评审了吗？啊，评委，你先点评点评姐姐的表演，怎么样？好。完了。没了，还有呢。啊，说说，继续说。长得漂亮。不用你说啊，还有吗？他的表演也好。就好，没别的了。啊，好吧，那你跟姐姐说说悄悄话去，去。哎呦喂，来来来，李谷一老师，看看孩子表演，你有什么感受？好玩吧？我儿子孩子太聪明了，了不得。才4岁，他的节奏感、乐感，还有他的聪明智慧，都挺了不起。如果可以啊，可以的话，我建议导演，我选你上春晚，我希望你能上春晚。谢谢老师。哎呀，大家知道吗？这个小豪豪啊，了不起在哪儿呢？他刚才在舞蹈当中的动作呀，都是他自己编排的，大家能相信吗？一个4岁的孩子，是你自己编的吗？是从电脑上和广场上学的。啊，看了他们，然后你就自学成才了，是吧？黄豆的老师，舞种非常丰富，而且让我非常意外的是，最后他竟然还来了一段歌舞，他选择的歌是咱们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的主题曲《好汉歌》，但是他用一种非常国际性的概念，用 disco 的风格来演绎。所以我想，这首歌自从我们的刘欢老师唱了以后，全国人民都尝试用各种不同的风格来演绎，但是只有你真正的敢于用国际性的概念来编排。哇、啊，这样刚才说到这个国际化呀。哎，这位就是一个国际化的人物。为什么这么说呢？金如在9岁的时候就已经登上了世界顶级的太阳马戏团，而且的工作时间非常的长，一共有5年的时间。这个时长应该算是在中国人在那个舞台上工作年限最长的一个了，是不是这样？是比较吧，最长之一。金如的表演呢，跟别的杂技呢非常的不一样。你看别的杂技咱们看起来啊就是有点揪心，特别紧张，他不一样，他在演杂技的时候始终是带着笑脸。你看大家做那个动作的时候，脚已经到脸上了，你居然还能笑得出来，而且还眨了一下眼睛，这是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主题跟信息呢？这个其实就是眨眼睛，这个是我以前在就是太阳马戏团表演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位观众小丑，就是他专门坐在观众席当中装小丑，然后他说他觉得每一天最无聊的事情就是他要看我们的演出，每一天都要看。那么我那个时候就想，我能够做点什么让他感觉到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我就想到刚好我这样可以转身的时候，就是做那个动作的时候转到他的角度，我就对他眨眼睛。我其实当时就是想法是希望让他开心吧。然后对这个其实也是就是到国内之后有机会发现这个其实会感染到别人。大家受到感染了吗？从他的杂技当中我们看到了快乐，看到了优美，看到了一种美的感染力。我不知道于导对这两位孩子表演作何评价？我觉得那个就是咱们小姑娘还有我们小豪豪，就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笑容。就是我觉得他们的笑容特别感染我，觉得孩子特别可爱。我觉得那个还有咱们的姑娘，在看见你们的表演的时候，我们都能面带笑容。就是我们也希望所有看到春晚表演的观众都能就是有一个快乐的大年三十儿，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很好，谢谢。谢谢于导，也谢谢两位可爱的小选手们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大型互动栏目《我要上春晚》的年终总决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此刻可以拿起手机下载 CCTV 微视客户端，加入《我要上春晚》观众互动平台，获取独家的精彩幕后花絮，
只要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呢，还有精美大礼等着您。那我们的年终总决选继续进行，掌声有请下一组备战选手闪亮登场。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哈，站在我右侧的这个歌唱组合，它可以说是我们目前国内学历最高的一个组合，艾斯凯蒂女团，欢迎。好，我这边的更了不得了，他们呢是我们目前质量最高的组合，大女孩组合。大家好，我们是大女孩。好，学历最高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三个漂亮的女孩子啊，一个是语言学的硕士，一个是电影学的硕士，一位是植物学的硕士，正宗的三高啊。啊，好了，这个两组选手的表演风格呢截然不同，他们的演唱一定会打动各位观众和五位评审老师。好，接下来我们的检验你们的唱功的时刻就要到了哈。首先我们还是有请大女孩组合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唱，有请。加油加油，谢谢谢谢。梦想在爱已累积，大大的世界里谁都不敢看清，小小的自己努力测试实力，平凡未必不起，嗷嗷要集中火力，谁不可能去被爱，谁自立，谁男孩看似关键金色彩爱，依然勇敢追未来，记住最初的简单，拼着相同一份爱。千万人在呼吸，只有一种频率，这才是流行。谁狂欢，谁悲哀，谁胜利，谁奶奶看似无关，却紧紧分不开爱。依然勇敢追未来，记住最初的简单，拼着相同一份爱。艾斯凯蒂女团为我们带来歌曲《闪亮女孩》。Yeah, and Julia, we're gonna introduce SKT.在现实中幻灭，换上水晶的高跟鞋，在水风化，掌控爱的世界。
进入演艺圈呢？其实我们是想带给大家一种正能量，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读书读多了会读成书呆子，或者是觉得说你要做什么的话就要从早开始。就我现在想，我们组合想告诉大家的是，其实好好的把学业顾好，然后追求梦想，在外也不迟。对，这太好了。我跟你挑一个歌唱家给你点评一下你的演唱好不好？好，张也老师。张林老师，老师来点评一下两组选手的演唱。我已经看到李老师那儿去了。首先啊，你们还能够一边唱一边穿着这么高的高跟鞋在这跳，而且跳得那么美。你们跳的时候，旁边就罗老师一直在说：“他们还能再瘦点吗？”确实，就是一边唱还能一边把动作都完成这么好。挺不容易的，可想你平时肯定训练也是很努力的，不错，真的不错。这边您光评价苗条的了，这边身材依然。对，我们已经很熟了，已经见过了，对不对？但是我上一次就夸过你们的衣服，我觉得你们这一次的衣服色彩也特别的漂亮。谢谢老师，让人觉得看上去很清新，很亮丽。但是你们的歌，这是自己的歌吗？对，这是一个原创。对，我在里面听到了大女孩三个字。对对对对对，这是我们特别写的一段说唱的词。对。你们的歌声还是像以往一样，能够给人带来开心快乐。通过你们的歌声把这种快乐也传递给了我们。谢谢老师。大女孩这个组合，去年我看过你们表演了，确实不错。今天又看见你们也感到高兴，你们还是那么胖没有瘦，但是你们胖就胖得特别有味道，特别叫人感，看了以后其实你们歌唱的中间没有感觉让人觉得你们胖，特别阳光，特别青春，特别纯的一种感觉，给人一种美的享受。是啊，所以大家忘记了你们的胖，而且你们胖了，因为胖所以你们底气呢也比较足，所以歌声比较嘹亮。谢谢老师。三个瘦姑娘呢，就是因为瘦所以你们底气呢就不如三个小胖子要底气来得足，但是非常温柔，非常柔顺。如果是可以上春晚，我真的希望你们这两组同时上。谢谢老师。如果要分开上呢？分开上没那个特点的余导啊，一定要他们三个六个人一起上，才能充分就是能看出他们的对比，而且他们给人带来是一种美的享受，一种青春活力的享受。所以大家说是对是不是啊？就是你看，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好的，再次感谢两组选手的精彩演唱，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老师，谢谢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大型互动栏目《我要上春晚》的年终总决选，我们的总决选继续进行，掌声有请下一组备战选手闪亮登场。
你看行不行？欢迎你们，分别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那站在我右侧的呢，是一对父女，他们就是胡军、胡思远组合。那这边呢是姐弟俩，一个姐弟组合哈，尹素丽、尹中华，把掌声送给他们。他们带来的都是杂技类的节目，我们的表演马上开始。首先有请胡军、胡思远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杂技表演，有请。
啊，苏丽啊，不带这样吓唬人的哈。最后那一下我们都以为你真会掉下来呢。啊，没有，这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收尾的，以及创意就是要大家意想不到。哎呀，太意想不到了，这个哎，心脏都不好。嗯嗯，上次来是中华自己，因为那个时候是姐姐受伤了。对。现在康复了吗？现在基本上不做剧烈的运动的话，胳膊日常生活是没有问题的。等于说这次来呢，也没有完全的康复，是为了实现弟弟的梦想。对，我想让弟弟走得更远。姐姐因为过节而受伤了，所以她把她的一些记忆传给我，然后让我继续延续下去。我刚才看见那黄豆的老师啊，你刚才掉下来那一下，豆的老师都哇都这样了。嗯，是这个，如果不是这个椅背还比较高，我真的就下去了，真是这样。因为这个其实我是现场可能至少看过两次他们这个姐弟的表演，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个也特别巧合，两队都是应该说是杂技的世家的，这样，所以其实实际上可能外人不知道，好像感觉世家就是有一种传承或者怎么，实际上我们知道在行内来讲，真正亲人带亲人的这种训练可能有时候会更加的残酷，更加的极致，更加的不留余地。我就特别想问这个父亲，你作为一个父亲，你是怎么样下狠手把自己的女儿练成这样的？怎么这么狠心呢？两三岁的时候就开始慢慢练基本功嘛，我就带着他练，然后慢慢就说慢慢长大，他对我们这个杂技这个行当也比较喜欢，因为那个时候感觉他也就是一个演员的料吧，他也喜欢这一行，就慢慢带。大家知道吗？这个妇女组合，这个、父亲啊，今天又过了元旦了哈，又到了新的一年，他今年有多大年纪了吗？48岁。48岁啊，对于一个杂技演员来讲，这可能到了一个极限了吧。刘乃铭老师，这个您在国内听说过48岁的一个杂技演员吗？如此高强度的一个杂技动作。他说的是真的吗？他一点都不像，一上来说父女两个，我就觉得真不像啊！父亲特别年轻，刚才问张野老师，张野老师说头老倒着就容易年轻，我决定回家练一练这个倒着试试，但是要有问题我得找你。哎，我觉得这个杂技这个东西就是这样，观众要的就是惊险刺激，所以我们感动的就是你们用生命来为我们带来了惊险刺激的艺术，谢谢，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能体会得到，父亲48岁了，依然坚持带着女儿，是因为他自己还是不放心，因为完全是凭双手来牵住女儿的手，稍有闪失，女儿就会掉下去。对。但是毕竟咱们已经48岁了，再坚持2年吧，咱就半百了。对，没有考虑，有没有考虑找一个接班人啊？现在还在学嘛。还在物色是吧？那不用物色，还用物色吗？这不有一现成的吗？阅读，对吧？是不是？你觉得我们这中华怎么样？小伙子长得也帅是吧？跟女儿挺般配的。现在就是时代都不同了嘛，我们做父母的都说不上话。就是孩子，我没说你们这个交朋友的问题，这往哪儿想啊？我说你这搭档找接班人，跟女儿搭档的问题。我看可以。哎呦那这里呢，我们今晚的所有的8组选手都已经表演完毕了，在这8组选手当中，到底能不能产生进军春晚的春晚明星呢？那现在就有请我们的5位点评嘉宾李喜做最后的商议，来，有请。
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大型互动栏目《我要上春晚》的年终总决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呢可以拿起手机下载 CCTV 卫视客户端，加入《我要上春晚》的观众互动平台，获取独家精彩的幕后花絮，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呢还有精美大礼等着您。好的，现在我们的五位评审的商讨完毕，接下来就有请他们回到现场，有请。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本场最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就要到了。这八组选手当中，究竟会不会产生登上羊年春晚舞台的选手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2015年春节联欢晚会的总体设计于磊公布最后答案，有请。首先感谢今天晚上所有站在舞台上的人，代表春晚谢谢大家。然后真的感谢。然后我们压力非常大，所以大家也看见了，刚才所有的评委在房间里坐的时间比较长，因为实在是非常的难以去抉择。然后我们经过了非常严肃认真谨慎不忍心的筛选，我们做出了我们的决定。我们今天晚上的结果是确实2015年的羊年春晚我们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设计，然后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我们找到了一个合适去呈现这个设计的人。我们希望这是一张非常可爱的面孔，是一个让所有人看见他就会觉得2015的这个羊年会过得非常开心非常幸福快乐的面孔。所以豪豪恭喜你，恭喜豪豪。我们邀请你参加2015年中央电视台羊年春节联欢晚会的彩排，恭喜你豪豪。然后我还没有说完，所有的评委都在房间里面又议了再议，议了再议。我们觉得还应该让战士们排练的更久一些。我们希望你们在一起的时间能再久一些，更久一些。所以我们邀请你们参加2015年元宵晚会的彩排，你们还可以在一起再多待将近2个月的时间。恭喜你们！太棒了，恭喜恭喜张俊豪成功的登上羊年春晚的舞台，他正好是一个喜羊羊哈，在羊年为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表演，好不好？好。同时我们也恭喜我们的武警吉林森林总队的战友们登上了元宵晚会的舞台，你们又可以在一起2个月的时间，真激动的时间，好不好？好的，再次恭喜他们。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五位评审老师上台，为他们颁发春节联欢晚会的邀请函和元宵晚会的邀请函，有请。我们期待总会有一天绽放最强的光，我们相信梦想的舞台永远无限繁光，我们知道
景吉林森林总队的战友们成功的晋级元宵晚会和我们的羊年春晚。同时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没有晋级的我们的所有的人手们，感谢他们一年来对于梦想的坚持，谢谢他们的精彩表演。朋友们，那明晚我们的节目究竟会不会产生出一位春晚明星呢？续写下一个传奇呢？让我们明晚9点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不见不散。期待总会有一天绽放最强的光。